有请我们的十项首轮莫舞舞莫愁音乐。哇哦！这里看到的是音乐台十项首轮。哇，这是一种高贵感。哎，那我们再来下一首好不好？好，是你下一首。来，老师。奔雪奔雪，我一只羊，快来快来，数一数，二四六七八，爸爸爸爸，月牙真可亮，真不起哪里多少羊，真不起哪里多少羊。谢谢，特别精彩。我们还有最后一段，好，我们来走下最后一段，看什么样的感觉。先跳一个，来来吧。上台。哎，李老师怎么回事？怎么停？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来，再来一个，谢谢。近日哀家觉得胃部不适，可能是由于好几天没吃鸡腿，心中甚是难过。怎么又来了？可以吗？是不是？那就刺激上头吧，刺激上头。然后我刚才虽然之前刚才看到我们的时尚大变后，我都是很酷啊，就眼睛很冷峻，但是刚才走秀的时候，我不仅半秒后还慢一秒。我们之前大家都有在网上看到一个默默歪头的那种卡通图片，是不是？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同学前。